不准备妥当七场三班一千短途赛事一号是暂时的大热门。二九起飞，而家开闸的时候前面快的马大爱档合作愉快，中间线路神驱摩连奴埋不到嚟，内栏就最标第五位极速银贵，第六位嘅劲飞星都放不到啊！响出边咧仲有开心再现劲飞劲啦，后边嗰两只啦放眼量咧就同埋呢只精壮神骏喺后边咧就拍住跳先啊！好啦，过呢个六百，前面合作愉快放咗出嚟跑第二位线路神驱，内栏第三，咁啊有呢只咧就最标，咁啊外边黄衫咧就是开心再现啦，浅蓝白格仔衫咧。就摩连奴第五位，出面灰马劲飞劲啊三搭啊，内栏红衫极速银贵跟住最标都上好多啊，入直路啦，线路神驱已经将合作愉快赶过，原栏追紧上嚟就最标，再见到中档位置仲有摩连奴啊，斗到嚟最后百零米，透出嘅马就线路神驱斗紧埋边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俾人过完又过翻只线路神驱，后边进占第三位仲有最标摩连奴接近终点，合作愉快赢，第二名线路神驱，第三名最标，第四名摩连奴啊。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呢只九号马合作愉快啊，临尾独赢7.9倍啊，跑第二名嘅马线路神驱，咁啊第三名另一只起飞嘅，嗰只最标摩连奴大热门跑第四。田泰安情趣合作愉快今晚整个马可以快过晒嗰啲快马噶，7.9倍啊落到。莫雷拉嘅线路神驱跑第二啦，跑第三都系另外一只独人落飞嘅。最标啦，梁家俊潘顿的摩连奴跑第四，有只马跌咗马啦吓，四搭九的连赢位就咗六格噶，14倍。7.9倍落。一啊，即系唔定嘅名次有啦。中心二起步有意外噶。睇睇佢預計嘅派賽先，跑第一名就係九嘅合作愉快獨贏派呢個79蚊啦，位置派呢個23.5。第二名咧就係呢只四號馬嘅線路神驅，位置15.5。第三咧就係呢只二號嘅最標，位置都係15.5喎。連贏位四搭九派140.5啦。三重彩有啦，942順序1312蚊，而單鐵係派189蚊嘅位置，叫四搭九派52.5，二搭九派53蚊，二搭四派41.5。又是田泰安啊，是啊，一隻中心二起步有意外，劲飞性慢闸，莫雷拉又被他埋，那就一行到底了。看回其实34秒46是一点都不快的，唔使嘥好多力啊，埋嚟噶啦。因为莫雷拉留一留俾佢过头，有难啊，唔贴走二贴嘅。哇，系好热闹下喎吓，系啊，多人。尾场田泰安跑好似一度大热门。哇！整翻三面啦，会唔会有机会啊？安哥，初独赢3-1 A3 啊，其他冷门49蚊啊，四连环1249咧就派呢个142蚊。四重彩9421啊，就派呢个4883蚊。又真系睇得几准嘅喎，即係計得到佢真係埋得到喎，好似。睇在量呢邊睇下。睇下三檔先啊！起琴啊，起步。哎呀！哇！咁又弱，冇咗只快馬啦，勁飛性又俾佢嚇嚇慢慢。睇埋阿莫雷拉啊！嗱，莫雷拉推幾步？咁啊，喂，騎多幾步啊？唔係喎，盯住喎，唔貼欄喎。出去咁嘅好。结果单骑领放合作愉快啊！咁啊，最标跟住佢啦，几只热门亦都跑啱晒啲位啊！摩连罗跟住极速银贵啦，咁出边啊，劲飞胜又放唔到啊，冇噶啦，放眼量啊，精壮神骏喺尾啦。即系成场个步速啊，因为一个起步嘅意外啊，乱晒龙啊！
摩连奴今日就冇翻冇上次嗰啲咁嘅爆发力咯喎，都系守咁上下位啫。都冇乜马改变名字，唉，水准都系好参差啊。覆咗榜噶啦，系啦，啱啱覆榜完毕，咁即系当系出赛马噶啦，嗰只系中心二气。位置 Q 四搭九啊，派呢个52.5啦；二搭九啊，派53蚊；二搭四啊，派呢个41.5嘅。组合独赢三拣一 A 三，其他冷门派49蚊。四连环1249啊，就派呢个142蚊嘅。四重彩94214883蚊。孖宝三搭九嘅正奖派289.5啊，安慰奖三搭四就派呢个20.5。孖 T 头关236，尾关249，中正派6409蚊。分段时间12秒81，21秒65，末段22秒54，总时间57秒正啊，快于标准时间1:30。